我看他没有要退缩的样子。徐花花，你可以下班了。周总，这些资料我可以复印带回家看的。虽然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，但是勤能补拙，我一定会达到公司对代言人的要求的。徐花花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让你不用看了，一个连最基本的社会素质都没有的人，再怎么努力都是没用的。就算你背会这些东西，又能有什么改变吗？你知道代言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情商。你连客户最终诉求都不知道，你知道我对你的诉求是什么吗？成为合格的员工。再希望你离开。 周总，我可以努力学的。你学不了，你脑子里面只有没有用的毒鸡汤，这些警示横言是没有办法帮你在这个社会立足的。其实我刚才说的有点严重了，我。周总。 说你的话的时候，中气十足，证明我今天给你吃药、晒太阳、散步是有效果的，太好了！明天继续这个疗程，你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加油！哎，我先去复印资料了，啊，加油！好有趣的姑娘，你确定不给她一次机会吗？周志斐，这样的女孩世上很少见了，你放弃吧，你难不倒她。她这里有病。